有了，哇，你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哇，很快吧？我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是，它有一个角度，不是正中间就好了，发现有个重心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正中间就是最好哎，要看里面的蛋黄是哪里比较多，比较重。看到别人成功，自己会有压力。对啊，会想赶快成功。你知道我的感觉吗？我也成功了，耶、yeah! ！好快哦，这一次。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玩了一下了，对不对？爸爸刚刚已经成功两三次了。我也成功了。你也成功了，耶、yeah! ！这是我的蛋。我的蛋。立蛋成功。耶、yeah! yeah! ！两颗，这是我的。好，一整年都会有好运。又拍着好了。有没有拍啊？结果没有拍。有啊，有拍到。又摆着了。耶、yeah, ，两颗蛋成功。就把它摆着吧。